好，我们来实测一下希腊神上修哦。那这次上修主要都是神族队员的攻击力跟生命力机制有所提升，所以希腊神以后大概会比较偏向纯神族的队长。16万，有16万的血量哎、欸，我天哪！哎呦，洗一下技能。哎、欸，怎么没天降？会有多崩坏？来看看，天降怎么停了？可以直接测极限伤害吗？测极限伤害好像没有意思哎、欸，不知道测试这对平砍的威力。美少女战士里面的白猫刚好也是阿提密斯哦，你说他名字吗？哦，所以跟这对蛮有缘的。好、哦、像这个是神魔彩蛋吗？刚好神魔里面的阿提密斯跟新的阿提密斯都出了。哇，30康了哎、欸，连级加成有感。这次上修他这个 combo 跳得好快呀、啊。这里有啥解断能力吗？基本为零。而且不止解板能力没有很好，除此之外这队还很怕结界地形，还有什么灼热地形，怕的东西好像蛮多的。希腊已经不适合在现在的环境闯荡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初的伤害，哎，其实伤害还可以耶，有26亿耶。哦，可是刚才天降不算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叠一下印记好了。其实还可以的。如果加上印记的话，这队有机会平砍个100亿，说不定有机会耶，值得一试。台主怎么了？思轩，晚上好。没怎么了。台主现在挺好的，不觉得？然后我们再开这个，可以掉新珠下来。OK， 那我把新珠用起来。美战有特效吗？有啊，这官方直播就有特效啊。不过他好像说时装会有更多特效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实战一下美战哦。等我们把希腊玩完，他们阿提密斯可以在一起。剧场版阿提密斯有变成人？有，我有看到。那个猫有变成人，对不对？是1600亿吗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天哪！他这个 combo 都是加成在跳的，我们只要消一张就好了。100亿哦，哇，真的百亿平砍了哎！美战的语音喊的我好尬，哦、他死了。真假的，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开语音，然后跟着他一起喊，这样才会那个我刚才阻止他自己爬上去嘞，什么意思？这游戏有鬼是不是？那个阻止是看到我的 cosplay 吓到了吗？还是怎样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我刚才拿起那个阻止他往上飘哎，真小。好，我们双子叠满了，然后我们再开印记，来看一下这对伤害有多猛。好、哦，这算是这对平砍的完全体了，各位。桌子底下有人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来隔个墙。好、哦，希腊神基本玩法隔墙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懂。皮皮仔，谢谢你加入我们香蕉大乐园，感谢你。每战单开队长就破罩，超恶。鼻毛假黑金强太多，不要再鞭尸了好吗？大家已经知道了。哇，240亿，这不是比某个光头黑金还猛吗？哇，希腊也正式加入了百亿平砍的队伍了呢。哇，现在好像百亿平砍才是基本哎，对不对？现在因为你队伍没有百亿平砍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队长了耶。哦，还敢出来？伤害真的没话说，很稳定哎，稳定200亿以上哎。
然后开那个印记啊，加上这个双指最屌常驻，真的是有料哎、欸！伤害部分真的是跟上了现代的那个环境，但这队的我觉得下神的缺点还是没变啊，就是他还是很怕灼热地形啊，或者是结界地，尤其结界地形最怕。所以怎么说呢？我感觉这波虽然伤害到位了。血量你也可以组我这一队，哎、欸，也还不错，但是真正的致命伤还是没变。希腊神还是很靠天降，但没办法啦。如果你希腊神设计的不靠天降，那就不是希腊神了。但是偏偏现在环境太险恶了，现在那种很靠天降的队伍都直接下去了，光是一个结界地形就疯狂推啊，所以只能说希腊。生不逢时啊，这波加强还是没有真正救起来希腊，可惜了。等一下阿姆斯特朗旋风炮七十块人类奇遇抽好抽吗？乱讲，我们哪有在抽奇遇，我们只是说会不会会假设啦，会不会有一个黑金哦，也是没有平砍过百亿的啦，会不会有这样，我不知道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平常就最不喜欢凑人的，对不对？真的不爱凑人哎、欸。这不是双周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关卡就单纯看一下希腊的那个整个平砍跟解盾能力嘛。不过这次还有一个上修有感的，就是我们的 combo 数不用天降很多哦，平均都有30康以上，不错不错。会不会女装上瘾？不会啊，我们哪有上瘾，偶尔办一下而已啦。有那种合作啊，特殊节日就办一下。今天 cos 谁看不出来？我们没有 cos 啊。我们今天是小水手月亮本人，哪有 cos？ 乱讲。2023年黑金感觉结界无视结界稳了。其实现在很多队伍也不用特别无视结界啊。就是现在一般队伍大概就是那个，只需要。伤害做高一点，他不要靠天降，他就基本无视了，基本无视结界地形了。我们把一些强化珠拉下来好了，这样。小月亮本人演出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卡住了，超不爽。哎、欸，那个水珠自己注意一下、欸，哎，啊，靠卡水珠。美少女玩起来我吓到哎、欸，是黑金强度，感觉不输丝路玉。对啊，不是我们在那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跟各位说了，问鼎黑金的强度啊？我操，完了，他是不是决心要卡我水珠卡到底了？别啊，大哥，手下留情。感谢陈波波30块斗内，红哥好美哦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的吧，哥哥，我都吐了。啊，还有这么搞的，怎么办？再卡住卡到底，没有这样玩的啦，真的，哪有人这样的？美少女比黑金奇遇强多少？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比较的话，我们有出一部影片啊，你上我的频道搜寻一下美少水手月亮 VS 奇遇，我们上个礼拜推出的一个分析影片。感谢超人神30块的内生寸了，真的生寸了。好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希腊神很硬的呀，你看这是不是活下来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希腊神的转珠时间蛮短的，还是我被现在的黑金宠坏了。我感觉希腊神你要解一些 G8 盾，然后又要隔墙，你要把操作做到极致的话会有一点困难。还没到四川地就迫不及待了吗？嗯，你是说 cosplay 这一块吗？没有，我们合作本身就会 cosplay 啊。要不然是光希腊加奥米加，不用了啦。啊，希腊玩起来都差不多了。你这次的伤害无论你怎么组，只要是神组哦，他那个伤害肯定都是几百亿平砍在砍的，这个不用担心。
所以这个我觉得西亚神最要担心的就是敌方的 G 八盾、哦、遇到什么结界地形那些基本就直接下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西亚神这一波上修还是没有改到真正的痛点，那真正的痛的地方还在。感谢超人神30块的内刚下班等等上课期待实战分析影片，哇谢谢你超人神。莉莉丝刚出的时候很强，对啊，其实现在莉莉丝也没有到完全不能玩啊，还是有人会拿来通关全新的 LV 史拉之类的，其实莉莉丝她的机体还是真的可以的。哎呦，如果说你的牛棚特别大的话啊，其实你带莉莉丝带个什么小西蒙机械组合体，哇那强度还是并不像丢的好吗。所以莉莉丝你要会用她的什么龙魂共鸣模式啊，说真的莉莉丝真的不烂。感谢 LEE 马币15块的内十连抽都有了，剩土星要抽吗？我觉得土星才是这一次最值得入手的一张欸，他那个三回合挡死真的太恶心了啦。土星意外暴力，那要土星一直以来都很暴力啊。欸靠北，土星一直以来都很暴力啊，他那个武装龙科加上他的那个真伤，只不过土星的缺点就是他实力量太少了，如果拿来当一个打比较简单关卡的暗队纯暗队队长还不错啊。官方要叫魔族美，哎、欸、恭喜，问的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救啊，为什么要救来买空转好了，来他打我们不痛。空转之王感谢 Air 港币十块的内，看到今天的红哥直接十根了，谢谢你。感谢冰河三的内，我第一次看到 cos 美少女战士认真的讲解港片，是不是有一种违和的美感，对不对？官方就是最强魔主，也是。如果过年黑金是水魔呢？嗯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反正魔族本来就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种族啊。他们不要再不要过年黑金再出人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除了人族之外的过年黑金种族我都可以接受。人族真的是母汤，不要再来了，谢谢。我们把真伤开开好了，来看一下这队的伤害可以有多狂。哎，他这个开吗？看一下。恭喜，问就是人，不要啦，官方助手已经够多了。我们来用这个新珠变成墙，好吧，新珠变成墙，好这样子 ，OK。你的心有一道墙啊、哦，我们展示的意思是这样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哎，我们希腊就是要这样玩，大家请记住这个口诀啊！盖墙盖起来就对了嘛。实战完了吗？嗯，我们现在在实战希腊，你是说合作的吗？合作的卡片还没实战呢。57，我怎么觉得希腊在上修过后他的天降是减少的、啊，是吗？虽然说他的 combo 比较多了。哇，破罩了！你怎么可以破罩啊？怎么变那么强啦？哎呦，现在要这么强就对了。好，结论，希腊上修伤害很满意，而且他的 combo 数加成也有感觉，但是仍然是不符合现今环境的上修，因为现今环境真的太多奇怪的盾牌了，随便一个结界地形都能把希腊打回原形，所以结论就是这种希腊神欺负简单的地狱级还可以啊，真的要打很难的关卡还是算了吧。